刘涛一组大配释出，他身穿新中式旗袍，淡雅婀娜，端茶杯，弹琵琶，尽显古典韵味。刘涛拍摄的这组新中式旗袍造型大片释出，她一身中式旗袍造型尽显古典韵味，身材婀娜生姿，十分迷人。热爱运动健身的刘涛经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靓照。与粉丝互动中获悉，刘涛现在的体重是61公斤，仅比年前增重了1公斤。看来女星对于自己的身材管控相当严格，哪怕是特殊时期体重都未像素人一般增加不少。因为刘涛体质并不属于骨感型，最重时曾飙到146斤，但为了演艺生涯慢慢减下来。迄今为止，刘涛健身已有11年，一周内会有3到4次在社交平台打卡健身，次次大汗淋漓。他还会利用工作间隙练习倒立、平板支撑、深蹲等，或者在工作结束后去做趣味性有氧锻炼身体，释放压力。在朋友评价方面，蒋勤勤表示刘涛无所不能，十项全能，宇宙无敌，拼命无敌，超能女战士。其实能够坚持运动的明星不在少数，但刘涛如此热爱且长期坚持的寥寥无几。